尔会吃泡面吗？你知道泡面现在涨幅达到11%耶，这一碗应该是我最喜欢的。以前呢，我记得。在久以前，在53元以前，应该是40几块就可以买到这个泡面了。现在一碗要59，等于是要60块。以前的60块是可以买一个便当的。这年头呢，就是60元的便当越来越少，但60元的饮料却比比皆是。哦，不止哦，还要75哦。如果有加什么芋头啦，再加个珍珠啊，然后再用鲜奶啊。像我在以前在我2018年以前然后当选议员之前，就是我在包含在选举期间，我基本都很坚持，就是每一餐呢大概只能够吃70元以下。好，那但是呢实在是太难找了啊，这个实在是太难找了，然后我不能够为了一个找便当反而浪费我更重要的这个时间，所以我其实平常最喜欢如果有途经的话，大概就是台北车站的这个重庆南洋街那一带，好，那里是以前的补习街，那都是对，学生俗称叫喷街，好，这学生界的俗称啊，那边那还是很卫生，对，那为什么就是那边便宜又大碗，然后都可以加饭了，又可以加菜啦？那么当然在士林也是有很多好吃，我基本上都是尽量去找那种50-60元的便当，但实在是非常的稀少跟难得，所以对我们小老百姓来说，最主要的这个你能够感受到的，就是我们的食跟住或者是。食衣住行方方面面，然后价格都不断的在上涨。从这些小吃，或者是油价，甚至呢是我们喝的这些饮料，或者呢，你不用讲说买房啦，或者什么车费啦，那些的，就实际上是我们荷包越来越少。然后面对这些的状况，包含先前的主计长，竟然是完全不知民间疾苦，对吧？东西到底多少钱，他也不知道。阿米刷20元。对，然后就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嘛，结果自由时报还要硬要帮他胡乱说哦，那真的有什么只要20块、20-30块，重点不是这个，重点是那你到底有没有苦民所苦，知道现在大家的荷包如何？因为他自己的薪水是不受疫情影响，而且他有2栋房哎，就他其实超级有钱人。那我们也不是苛责有钱人，而是说官员有没有办法了解民众现在的薪水到底是如何？包含苏贞昌说，哎呀，我们要帮所谓的军工教来加薪啊，加4%，但其实全年的通膨率几乎就4%，所以这个涨一就是几乎已经完全抵消了。好，那么没加薪的普通的受薪阶级呢，还有很多在疫情期间受创的人民呢，甚至是在至今哦，就是还没复业的，比如说8大团体呢，就他的复业都是有受到限制的。在这些状态之下，人民嗷嗷待哺，然后政府目前还在干嘛？就还是在拿着4大公投，然后再跟你搞政治性的宣传。那就算你要搞政治宣传，而且你用的还是错误的方式跟造谣的方式，这让人发现你不仅没有照顾民众基层的生活，而且都在搞政治斗争。